杨幂回港，刘恺威亲自去接机，网友还是和好吧。杨幂和刘恺威宣布离婚的时候，很多网友都纷纷表示可惜，男才女貌的一对就这么分开了。很多网友都希望他们能复合，一来对小糯米也好，二来也不希望他们的婚姻生活这么坎坷。毕竟他们当年是很被看好的一对金童玉女，而且能遇见对方、喜欢对方并和对方结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不喜欢他们因为工作问题而分开了，毕竟冲破困难和对方在一起不容易的事。最近有网友晒出了杨幂回香港获得刘恺威亲自接机的照片，两人的互动很有爱，网友纷纷留言，你们还是和好吧。刘恺威和杨幂分开后留下了可怜的小糯米，不过他们从今后将会以亲人的身份一起照顾孩子。杨幂虽然工作非常的忙，但是还是愿意抽出时间来回香港看望小糯米，足以证明她对自己的孩子是很用心的。接机的是她的前夫刘恺威。网友们都说他们离婚了太可惜，看到刘恺威去机场接杨幂的这一幕，不少网友感觉希望又来了，希望他们能和好。